哇哦，大家好，我是巫师，感谢您收看我的频道，喜欢的话欢迎订阅。苗栗白沙屯拱天宫与白沙屯妈祖，相信大家都相当的熟悉。白沙屯拱天宫后面有许多进摊团，定期每个月啊都有一次进摊活动，你听过吗？活动内容到底要做些什么？让巫师我带你一起去了解。目前我的位置在白沙屯行安宫前，也就是白沙屯拱天宫的第二停车场。进摊活动时间是上午9点至10点，大家可以自备手套，绝对严禁携带刀具协助进摊。相关注意事项及安全宣导会依当时实际情况，在现场进摊前详细说明。至于为什么会想要举办这一个活动，主要是因为人类的活动啊，对海洋生态造成了严重的破坏，包括海滩上的垃圾和废弃物。接着，我们出发去进摊啦！在参与的过程中，我随机访问了一位大姐，问她说，怎么会来参加白沙屯进摊活动？大姐跟我说，刚好有个机缘去白沙屯妈祖那边拜拜，感觉还不错。在去了第二次，心有感触。大姐在脸书上不经意的看到进摊的相关讯息，就会很好奇的不断去看，见到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去参加，为什么总是那么的开心？就告诉自己说，那我也想去看看。因为以我们的年龄，住在都市里面的人要接近海边，真的是没什么时间啊，工作的压力都那么大。然后有一天告诉自己说，不然我也去进摊看看。到那看到版主是一个那么和蔼可亲的人，讲话那么的幽默，然后进摊的时间又不会很久，就短短的不到一个小时之内，每一次进摊去的感觉都不一样。第一次去是觉得说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人，虽然都彼此不认识，可是每个人说我想要去看看什么叫做进摊。第二次又再去进摊，就真的有感觉到是走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面，内心就会感受到说为什么要进摊，还会发觉到说原来是人类一直在制造很多垃圾。然后另一个想进摊的心态是来自于白沙屯妈祖的关系，会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想要行善的心。在去了第三次的进摊，去到那里后发现，我不但爱上妈祖，我更爱上那片土地沙滩。因为进摊的时候，我可以把整个心情都放在进摊上，我可以面对大海大声喊说，妈祖我爱你。就像今天来我真的很快乐，可是我也是有一些委屈，在工作上遇到一些困扰等等。在进摊的同时，会让我有很多的想法，让我想通要怎样去改变自己。因为有你，我参与这个进摊之旅变成心灵之旅，可以让我一边进摊一边去想到说，人为什么会有许多大小烦心事。从这当中也认识到默默行善的人，也有传递善的人，都出自于每个人的热心，启发人的心态，让我也想要这么做。在这里会遇到一些在都市里面看不到善良的一面，所以我真的很爱进摊，我超爱进摊的。那边危险，那边可以，等一下回来的时候不要沿着海堤回来，要沿着沿路回来。花点小时间捡个垃圾，是不是我们的地球可以干净的更多？要是大家都能这么做的话，
其实巫师我觉得透过这个净滩活动，人们可以亲身体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，并唤起大众对环境与生态的认知。此外，这个活动也是基于对妈祖的敬爱，发挥爱屋及乌的精神。11月18日是邱文耀邱大哥举办第七周年第78次净滩活动，欢迎有兴趣的人一同参与。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，地址我会放在说明栏。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麻烦动动你的手指头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啊！感谢收看。丫丫叫听者找我拿。坐这边。坐这边。来，杨小姐，杨小姐。